致敬自己，致敬未来。澳门国际音乐节致特别的一年。今年音乐节将以贝多芬的音乐精神，集合本地音乐节目及深入社区活动，将音乐送到城市各个角落。一众本地音乐团体走进社区，倾力呈现多场户外音乐会。两台钢琴将先后在不同的地点出现，让音符在城市的每一处起舞。家长和小朋友共享亲子同乐日，让孩子从游戏中感受音乐的美好。还有电影放映和分享会，娓娓道来动人的音乐故事。更多精彩节目陆续推出，在这个特别的一年，用音乐致敬自己，致敬未来。